再讲一次。我一定要穿。如果这好像是日历吧？好可爱，小老师送的。然后照片，很大很大。大概很大。你在录一下朋友。他那写好多。那什么？老板。他每个人都回信，好像是啊，每个人都念吧，好吗？好，我的最终用款的，给我的，因为你的耶，每个人都有你。好看，耶，我要照我的。哦，是写错字吗？哦，没有，他是小三，那小三是什么？等一下，要传下去看吗？对，不要再爱哭了。好，传吗？传下去看吗？怎么？你要这样子拍我？给力！没有拍到你。哎，我要念那个送给大家的。他说：非常谢谢你们可爱又用心的大卡片，让我今年教师节也不寂寞。写给每一个人留言的时候，大家的脸和个性都还是很清晰，每个人都有令人怀念、令人会心一笑的特色。第三真的很棒，你们高二高三要记得继续用你们的热情和真诚征服所有老师们的心哦。附上2012年的年历给全部913同学们。你不念英文吗？我念没。你就念啦。No。SSP。你用点吧。耶，传下去没？就放下去了。你不要抄那个啊，不要再抄了。直接传好了。直接就保持干净。要保持干净。那个袋子会不会破掉？我用传的，不准留任务线哦。跟你提的作业。